完了，抢不到人了今天。想抢刘洪博做队长的，请拍灯。如果说上我的队，我肯定会当你们是哥们一样。所以我的选择是鹏哥。我想选周琦。不抢了，逮谁不抢了，啥谁也不要了，逮谁也不要了，不抢了。没事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人呢，还有我的队友呢。刚刚那场比赛的时候，我发现咱们的经理人邓伦是好像有一点已经踩进场内了，按耐不住，跃跃欲试，手痒。我觉得他此刻应该也想来秀一下自己的球技。秀球技啊！我们投三分球吧。哎，特别好，简单粗暴。我就选那个最恐怖的那个投手。佳佳，来来来来来。我我有点怂了，所以我请一个教练帮我好不好？我们二打一，没问题。我们就欺负一下他好不好？绝对可以，不长胆的欺负。任何的规则经理人说了算啊。好极了，谁帮我？诸葛。我觉得艾伦可以。走吧，伦哥。我俩更加能欺负得了他。听听民意的呼声好不好？走吧，走吧。怎么个比法？我们投10个，他投1个。这样吧，我们一共6个球，他自己投6个，我3个，你3个。行，看谁进得多。可以，三位热热身，热热身，准备一下。看我们的教练连队和 CUBA 神射手乌廷佳之间的三分对决啊，很准。哎，咱们的经理人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是真的很准。好，开始前掌声尖叫，准备好 ready 3 2 1 go。 我们对的，我们对的。接下来轮到乌廷佳，还能投中吗？神射手保持神准，还是哇，乌廷佳不愧为神射手，一记完美的空心球。轮到我们的教练队经理人邓伦，第一个球稍微短了一点点，有点可惜。现在2-1，乌廷佳领先。乌廷佳第三球能不能保持100%命中率呢？球弹框而出，有点失误。乌廷佳的第一次失球，教练队这一次有机会打平比分了。该我的是吧？对，误导。打平，两边都是3中2。乌教练给到我们神射手一点压力了。来看看乌廷佳第四球。现在落后一球，邓伦能追回比分吗？进啦！有点可惜啊，又是稍微短了一点。现在比分2-3，佳佳继续。哇！乌廷佳再进一球，5-4，领先2分。吴教练最后一球能否再追回一分呢？Bingo， 漂亮，追回一分，现在比分3-4，郭艾伦为教练队争取到了打平的机会，100%命中率，现在郭艾伦100%命中率啊，关键时期，文文加油，文文加油，现在乌廷佳领先1分，两边最后一球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伦伦的眼神杀。一定要打平，来吧，最后关键一球，关键一球，
打平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进啦！出手，要出手就肯定要有关键时刻。我投三个，艾伦投三个，我当时其实想三个怎么也得进一个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有一点把握。咱离远点投吧，在这后面投吧。远投就一个球就完事了，行吗？你在三分线投吧，我就在这儿。logo 下，谁投进谁赢。准备，开始。这球方向正确，力道稍微大了一点，有点可惜啊，偏出了。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对对。吴林家 CUB 神射手有机会终结比赛吗？哇！吴林家远距离命中，结束比赛。logo 下。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那我们也要恭喜小屋在这个比拼当中获得了胜利。失败，失败，我俩失败，我俩失败。好，谢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，请教练组合意为我们公布下一组的对战球队。每个人的篮球启蒙都不太一样。接下来这组对战的核心球员，一名是篮球圈的天之骄子，李伟浩。哦，身体素质确实挺好的，这个国奥 CUBA 中的佼佼者。号称直升机，爆发力比较强，弹跳力比较好。真正的中国戴维斯。另一名是篮球之路非常坎坷的一名球员，他们的核心球员是焦恩格尔。稍微了解了他一些故事。觉得他能走到现在还是很不容易，可能真的是对篮球的热爱吧。我能感受到，就是来自少数民族，就文化啊和他们这个气势，我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他从小还是一个放羊的孩子，接触篮球很晚的情况下，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，寻找球场，磨练球技，最后得到了大家认可。家乡那边估计篮球的技术条件肯定没有我们这边好，然后他自己通过努力进的大学，然后取得各个队试训，然后包括在比赛里表现得也非常好。走，双方出战对决，正式。